各位，葛佩凡议员吓，就喺前日就访问过嗰个被焚嘅李先生，就向可以向大家报告就话好消息，被焚嘅李先生咧情况好转。咁啊，佢系咁写，佢话昨日咧李太带埋我同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去到医院探阿李生，咁啊，我哋把热心市民转交嘅心意卡、信同埋第三批支票交咗俾李生同埋李太，李太会把大家嘅心意咧就念俾李生听，为佢打气。咁啊，阿李生咧佢啊唱歌啦吓，早两日咧已经开始可以落床走几步，同埋咧喺椅子上坐，佢开始可以食一啲嘢，就唔使咧成日喺张床上面唔能够喐。唱歌比我上一次见嘅精神好好多，面上嘅黑色痣咧已经甩晒。終於可以看到他的樣子了。他見到我們來很高興，看見市民親手做和寫的心意卡很感動，再三多謝大家。長哥說現在身體上的傷處平時不碰就不會痛，但周身的傷處很痕，但又不能夠碰，手上的皮感覺就好像很硬，是繃繃緊的，手指都不能夠動，有一些擔心以後的活動能力，而家每一次換紗布咧，就好似煎咗一層皮咁樣，非常之痛。希望可以好啲，好快啲好啊，好可以早啲翻屋企。李太話俾我哋知咧，長哥第三次嘅植皮手術咧，有三分之二嘅皮膚嘅成功。咁而家身體好虛弱，就好怕凍。咁啊，護士話俾我哋知咧，長哥琴日仲係有發燒，而醫生咧暫時未有計劃咧再做手術。咁陳茂波司長咧就好有心啊！之前已經多次向我查詢阿李生嘅情況。啊，琴日咧又親手帶寫咗慰問卡同嚟到探望長哥同埋姑奶李太。長哥見到司長都好特別高興。咁啊，長哥同李太好感謝大家支持，咁啊叫我就影咗呢張相，俾關心長哥嘅朋友咧安心。咁我會繼續咧祝福長哥早日康復。咁啊，關於影相呢樣嘢咧，咁啊葛佩凡議員亦都問過醫管局，只要病人同埋家屬同意，同埋唔影響其他病人之下，病房之內係可以拍照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張相，咁呢張相咧就係長哥而家嘅日子啊。咁啊，前面一大沓信，相信就係啲信同埋心意卡。咁佢可以咧就喺病床之上，咁啊可以用呢啲打發下時間。咁亦都係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會祝佢咧早日康復。咁啊，順手我睇一睇下啲留言。咁啊，留言之中咧，其中有一段咧就使到我好傷心嘅。咁咧就呢度咧就咁寫嘅，就我唔講係嗰個作者名啦嚇，唔好傷到人啦。我淨係讀一讀嗰啲內容。佢話十級燒傷都醫得翻，係而家醫學真係昌明。咁啊，多謝各位醫務人員嘅努力。可惜咧，民建聯咧阻止對大學醫療發展撥款，阻止培養新一代嘅醫療精英。咁啊，大部分嘅財政咧又撥曬去出糧俾香港警察做 OT， 而家咧仲話要加薪，咁啊令到前線嘅醫務人員嘅職工啊同工資咧不成比例，壓力倍增。咁啊，假若以後不幸嘅再有李生同李事件發生咧，佢應該冇咁。冇長哥咁好彩啦，有咁多好嘅醫療，香港人真係慘啊！呢個就係一個，我相信係一位醫務人員嘅代醫務人員講嘢啦。咁就呢度又牽涉一個問題，就係咧香港政府就停止咗撥款俾中大、港大同埋理大而咧個暫停撥款咧就係關於咧就係嗰個擴建醫療部分同埋訓練新嘅醫生嘅。嗱呢部分咧，當然我就唔知道實際上暫停撥款嘅原因，咁亦都好多市民咧就好贊成話，呢幾間大學咧入邊俾啲暴徒咁樣破壞，係唔值得俾錢佢哋重修。我就已經多次強調，就係我哋呢啲大學，尤其是譬如中文大學，其實咧個名譽得來不易，今日咧就一朝可以話喺短時間之內，佢名譽各方面都跳崖式咁樣下跌，其實管理層係負大部分嘅責任，而因為個管理層唔好而停止對啲大學嘅撥款，
係影響咗香港社會全部嘅人才培訓嘅。所以咧，我就係一直都唔贊成咧，政府係停止津貼啲學校。我另外一個原因咧，就因為咧，其實喺呢啲咁嘅學校入邊，雖然有好多學生有參與今次嘅暴動事件，但我亦都相信有好多咧真係向學嘅學生咧係並冇參與嘅。所以為咗呢啲並冇參與嘅學生嘅公平起見，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咧有得個大學咧係咁樣頹落去嘅，一定要啊幫手將大學重新咧係振作上嚟。所以呢一點咧，我就唔贊成咧政府係停止撥款俾大學，尤其是咧係一啲社會急需要嘅人才。嗱，香港社會開始慢慢慢慢老化，係需要大量嘅醫療服務嘅，而香港醫療人手一直都唔夠。原因有幾個，另外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嗰啲醫生啊、護士學會咧，就係保護自己同學，所以咧就好嚴格定咧係限制咗嘅人手培訓。同埋咧，嚴格地限制喺外地獲取資格嗰啲醫務人員喺香港執業呢樣嘢咧，其實係每一個專業都有個自我保護嘅作用喺度。社會應該就睇一睇到底咧呢個保護嘅作用對社會個影響幾大？呢個咧就要另外揾到資料啊，先可以詳細研究到底咧，而家呢個佢哋做緊嗰個保護措施係正面咧，又負面嗱。一個負面就淨係講咗咧，你限制咗其他地方嘅獲得資格嘅人員入嚟執業，咁咪減少咗個供應量。但個正面咧就係咧，一定程度上係保證咗嗰個醫護界嘅資歷係足夠，即係唔可以俾啲咧就係胡亂啲根本讀書不精啊，學生半桶水啲就嚟充當要職啊，呢啲就可以作為一個監察嘅機構。所以呢個係有正有負嘅，我唔係一定係作為負面嚟睇呢樣嘢，我哋要睇埋正面。而另外下面一路講落去咧，呢位朋友講出呢一段嘢咧，佢係好明顯有除咗係要為咗醫護界冇加薪，因為佢唔係一個。佢哋係屬於醫管局，就唔屬於公務員制度。咁我唔知道佢哋嗰個薪水嘅調整會同公務員有個看齊嘅狀呢？我唔知道。但如果有嘅話咧，咁其實即公務員嘅加薪對佢嚟講係同等係有獲益嚇，所以都唔存在將啲錢咧俾咗警察去做 OT 嚇，而少咧其他醫務界冇。佢主要講出嚟就針對咧，就係對幾間有醫學院嘅大學嘅撥款嘅暫停。咁呢個咧就大家知我態度啦嚇。而咧下低嗰啲市民咧就講到就你支持暴徒啊，咁支持你咁啲，就變咗就好快脆就變成一個政治化。嗱，我亦都講過啦，喺專業人員嘅隊伍入邊，係絕對唔容許係受到政治立場而干擾咗個專業評定嘅同專業嘅操守嘅呢點，我仍然係非常強調。乜呢個係包括埋醫護人員、老師都應該咧恪守呢個專業嘅精神嚇，唔可以咧將政治咧帶入去個你個專業入邊，包括對呢位長哥嗰個照顧嗱，我就睇佢咁講啦，就應該長哥接受到非常之好嘅照顧。我相信啲護士啦，或者其他醫生咧，都對佢非常之好。但我真係好希望喺醫護界邊唔好將政治帶入去你個專業入邊，呢個係絕對唔健康嘅嘢嚟嘅。一定要將政治同你嘅專業係清楚地隔離。你自己個人嘅政治立場唔可以影響你對病人嘅服務同埋照顧，呢個係我個忠告。好啦。